十个人九个人不会做这道菜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用猪的肉，然后呢还有干的豆的皮儿，给你做一道美食。那玩意儿肉片炒干豆谁不会呀？这道美食真香。你去厨子去嘎去。什么玩意儿干豆炒肉片啊？那不啥不干豆炒肉片，直接给它整成肉馅儿。肉馅儿？哎，肉馅炒干豆。你去厨子去干啥呀？外面下雨。肉馅的炒干豆啊，你搁那叭叭的，你没有磕了呢。首先这肉皮吧，直接给它蹬下来啊，别带那啥的啊，我这没蹬好呢。啊，肉皮不要了。肉皮能这绞肉馅吗？绞不动吗？不啊。哎呀，然后直接给它扔鸡里面，就直接绞了啊。啊，绞一下。这个葱姜末也给它扔里头，一起绞了，一起绞啊。嗯。哎，直接绞。用了家里面有机器你就用机器，没有机器你就买点肉馅儿，是吧？这个道菜肉馅儿稍微别太粗了啊，看着吧，直接搅，差不太多啊。哎，这个肉馅儿搅的看好啊，好不好？真好。接下来咱们就借这盆直接开始调味了啊。啊，调味你炒好了，非常简单，这叫十三香或者是花椒面啊，三香。哎，胡椒粉是咋的呢？让这肉呢去除这个肉的这个各种味道，去腥增香，增香的啊。嗯。这是生抽，生抽或者一匹鲜酱油少来一点点啊，搞了点。哎，蚝油呢？蚝油来两个啊，四两杆子。哎，这定上了呢？啊，堵着吧。哎呦我的妈，加挺硬啊。哎呀，这呀，几两杆子啊？哎，别整太多了啊。鸡精，我这是满锅鲜代替鸡精的啊。味精少来两下子。哎，鸡精味精，鸡精味精啊。重点是这道菜不要放盐啊，少来一点老抽调的颜色。OK 吧、OK。 哎，这是啥呢？这是花料酒，花料酒呢少来一点点，也是去腥增香的啊。好，那料酒就别放了，料酒你放完这肉馅放完刷了半几分啊。啊，来，这也就是能有半斤的肉馅，再往里磕一个不大点的小鸡蛋啊。你肉馅少，一斤肉馅正常放一个鸡蛋，半斤肉馅正常半拉鸡蛋，我这都扔里头了啊。那你剩那半拉这没地方整啊。老倪现在也不爱喝鸡蛋了，喝够了。这是玉土豆淀粉或者是玉米淀粉都可以啊，直接往里这么一放啊。淀粉不要放太多啊，微微有一点点就行。你要放太多的话，咋整着那玩意儿，我跟你说就跟淀粉肠似的，整成肉馅梆硬啊，它不好吃啊。充分的搅打就完事了啊。你要是和的话，你就一个方向就和就可以了。好，机器嘛都搁机器里和了嘛。嗯，家里没机器，我这竹叶都有。哎呀，这机器那不错呀。绞肉馅不能绞带筋带皮的，一回绞一斤半左右，三斤肉馅就分两次绞。嗯嗯 ，OK， 差不太多了。哎呀，绞挺细腻。哎呀，差不太多了。这底下你看没绞匀，看着没？肉馅太少了，我再给它绞一绞。嗯啊，再打一打，打一打，给它打出胶来啊。好，这是细节啊，让人给它和了和了，速度要快，频率要稳，你看着没？绞打个三十秒左右。啊，三十秒到一分钟都行，绞上劲儿的。看这肉馅，看着，就这肉馅炸丸子，真好，这肉馅香不香？真香，太好了。哎，哎呀，好，给整干净的啊。啊，这回呢，咱把这干豆呢，准备的干豆啊，给它铺上啊。那叫豆皮儿，咋的？豆皮儿，咱东北就叫干豆腐，别给我俩酱，行不行？嗯。吵吵把火了，酱啥呀？你叫干豆就干豆腐吧。这时候呢，就拿出你这个绝活了，就给它磨平了。你磨个砖的话，这玩意儿能磨好。嗯，这我绝活，这玩意儿都能磨好，像刮大白似的。嗯，你之前不刮大白的吗？我瓦匠，瓦匠，你小名叫泥匠啊。这下整，哎，磨圆乎的啊，看着没？嗯，哎，好，这时候开始卷了啊，看好了啊，就这么卷呢，一点一点往上推。稍微卷的别太松了啊，稍微紧实一点啊，看、啊、一推简单吗？这玩意儿啊，简单吗？这就是一个卷子了啊。然后这块头这块你看好，你给它边上吧，你抹上点肉馅也行啊，它就能粘上，看着没？你要不抹肉馅吧，你看着家里面有这个土豆淀粉加水的，看边上给它抹点，这叫淀粉水，看着没？给它粘上。哎呀，你不封口不行啊，它不开吗？看着，挂着一整，哎，这就一个简简单单的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下一个也是这么整啊，给这口压底下啊。啊，嗯，肉卷子，肉卷儿。哎呀，摆完之后直接给它放盘里头。哎，整的挺好，给它嘎嘎好吃。我跟你说，这菜我跟你说做好了啊，你就喝去吧。那不咋的，给老爷们都能喝丢它。哎呀，我先喝丢。嗯，屏幕给这小点吧。对，怼过两下子，冒汗了，出汗了，这用心浇了，这是一点没毫无保留的啊。再往上涨，没点关注点关注啊！点一下子行，哎、这样这玩意儿，
卷好了之后炒好了啊，来直接放蒸锅里头啊，水开上气儿计时啊，蒸25分钟左右。哎呀，哎，好，这回呢，咱给调一个灵魂小汁儿，这小汁儿我跟你说，拌凉菜你是蘸个汁儿啥都好使。哎呀，首先看着没，这块整的葱花、蒜末还有小米辣，不能吃辣的少放一点。这辣椒面，这辣椒面不辣啊，我就稍微多来一点啊。哎，哎，搞里头了之后，看好了啊。嗯，这时候锅里面烧的是油，哎，这油给它烧热了，给它炸一下子。炸一下子，炸一下子，那才香呢。先吃点油，嗯啊，油温烧到5-6成热的时候，看着没？瞬间给它捞出香味来。哎呦我的，真香！那赶紧和了和了，别整糊了啊！啊，这点香味出来没？出来了。哎，这是提前准备好的香菜末，给它扔里头。啊，香菜不能吃油，吃油不行啊！吃油不咋的了，黄了，是吧？老了嘛，它也没有味儿了。这是啥呢？这是生抽或者一品鲜鲜度高一点的酱油，稍微来上2勺。哎，这个是陈醋啊，陈醋来上1勺，哎，1大勺、啊，少来一点点的糖，放陈醋了就少来点糖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啊。少来几粒味精，看着没？嗯，哎，这就完事了。这小汁儿，如果说呢，你要是拌凉菜的前提下，这个汁儿呢，你就少往里面加点盐，因为咱这蘸的签子里面它有这个肉馅的咸淡味儿，要搁盐的话，它不蘸不咸了吗？咸了，你这菜得注意细节，看着没？嗯，香油呢少来一点点，不爱吃的可以不放。重点细节，这是小熟芝麻，看着没？啊，往里这么一来，就这小汁儿，你说蘸啥它不香 啊？真好，我这你学一道菜，我跟你说，道道菜都学会了，看着没？屏幕不要给老弟怼我两下子啊！谢谢啊，嗯，蘸汁儿都学会了。蘸汁儿吗？嗯，坐着汁儿都行了，蘸着汁儿。啊、这功夫炒好啊，嗯，25分钟过后，咱们就给它关火，看着没？哎呦我这大肉签子，哎、呀太好了啊！这叫肉签子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最后呢，还能熏一下子。但是说这一步，如果说家里边怕熏不好，我告诉你咋熏。为啥说一熏有的厨师都熏不好，一熏就发苦，而且颜色还上不来的、嗯、啊！我教你怎么熏呢？哎呀，不光可以熏签子。熏猪蹄子、熏鸡骨都可以的啊，那真厉害。首先，咱准备一个帘子啊，这是提前准备好的白糖、嗯，白糖最好用白砂糖或者是冰糖给它拉碎了，冰糖给它拉碎了，我这就冰糖拉碎的啊。啊，你要绵白糖的话，它就容易咋的，容易发苦啊，熏出来颜色不好看。那、啊、冰糖，冰糖是最好的。如果实在没有，你用绵白糖试试也行啊。炒好了，说为啥了？熏出来发苦。首先，这个锅呢不能有水，先给它烘干了。锅体整个锅都要受热均匀，尤其是底部这一块受热要均匀。啊，哎，六锅。再一个吧，你准备这帘子呢，这眼太小了，家里面投这小帘的眼，这个小眼的帘子啊，最好人饭店一般熏都整的大帘的、大眼的，就基本上都看不着，就铁丝勒的。对，因为啥？你眼太密，它气儿上不来，它熏不好，是不是？锅微微发热的时候，看好啊。不用太热啊，微微发热就行啊。太热你掌握不好，糖扔里面直接就焦了，焦了完马上掌握不好火候就苦了。嗯，熏之前看好了啊，咱先把这小签子给它拿出来啊，拿出来给它剪出来啊。哎呀，热呀，还给我俩来印呢，也拉印，直接给它垫的快的。为啥垫快？又怕底下它熏不着啊。啊，好，离开点缝，中间都离开点缝啊。啊，这搁这块放着啊。好，熏这玩意儿是有讲究的，所有的食材熏的东西。你凉了就熏不上，记住了啊，要热着熏啊。啊，这个这热，扣上啊。这时候因为咱没准备好呢、啊，这锅是不是热了？热了。这个白糖里面咱少掺点茶叶，最好是红茶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茶叶直接白糖也行。看好了啊，直接就往这锅这个锅这个这个底部，看着没？直接往这一放，放了之后看着没？瞬间它不冒烟了吗？冒烟了。冒烟，等它冒黄烟的时候，黄烟的时候才能往上架，知道不？因为黄盐它才能熏上那个颜色，看着没？直接往上一放，放了之后看好，哎，锅盖呢？这是，哎，你得等它冒黄烟的时候，稍微给点火，火别太大了啊！啊，火别大了。哎，过火了之后，我跟你说，它就苦了啊！是不是冒黄烟了？啊，冒黄烟了，直接给它扣上盖，哎，熏啊！从这眼往出冒黄烟，看好了，开始计时，看着没？数冒黄烟了，冒了。茶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
18秒左右就差不太多了啊，因为我这数可能是查的有点快了，我再稍微蹭几秒。好，3、2、1，关火啊，这关关火，看到没，里面全是烟了，已经是黄烟，这种是上颜色最主要的这个状态啊。啊，关火了，关火闷十秒钟，马上开盖，咱们见一下见证奇迹的时刻，马上就开始了啊。好，十秒钟过后，这时候咱们看一下这个颜色啊，这小颜色焦焦黄黄的啊。哎呀，如果说现在你要看着它为颜色哇哇哇红哇红的，你等凉了它就雀黑，一会儿凉了之后它还上颜色呢啊。啊，哎，这时候真好啊。这时候呢，咱们给它挑出来，看着没？这颜色蜡黄啊，蜡黄蜡黄的，真有两下子。这就是连的不行，你看这边这眼要上来的连，你看这颜色，看着没？啊，直接就熏到位了。这色也不错。重点细节就是谁熏出来，记住了啊。热的时候，现在你一尝，它也是微微发苦的。等凉了之后，它就不苦了啊！看好啊，家里面要刷着，你少刷点食用油，是吧？我这是喷油壶，直接就往上一喷就完事儿。喷点油，哎呀，喷点完事儿，一会儿凉了，我给你切完摆一盘，你看看，全是活，真好。那你熏不好，你就别熏，别熏苦了，白瞎了啊！啊，这颜色熏的太好，太好。看这玩意儿整的行不行？太行了，全是活，哎，一点我跟你说，看好啊，头这嘎子，看这边给它刷掉，因为这嘎子头。有点不漂亮，这一切给你吃行不行？嗯，然后改刀给它切成小薄片，一个是一个的，别着急啊。啊，就这菜做出了，谁不夸你是大厨啊？那真的，他都懵。你告诉他，你说我就是搁那哪熏酱店买的，爱咋咋地。啊，都得信。那不信呢？看这玩意儿，小肉签子给你熏的好不好？太好了。以后记住了，肉签子就像我这么整。他要问你谁说的，你就说大学说的，爱咋咋地。家里面我告诉你熏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啊，可别搞那个不涂层的锅呀，你用废了之后到时候不好刷了。你这铁锅之后你可以泡一泡，完了靠钢丝球蹭一蹭。家里面整的不好的锅，别整好锅，到时候又跟我熏完之后锅做废了放不上 啊得用铁锅熏呐，是不是？咱光不光教呀，不光教做菜，你还得教大家伙儿各种的细节。那不然我得告诉大家伙儿，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你咋吃，你知道不老倪？这样我就来个整根的。哎呦我，完你别挑理，那一盘给你行吗？行，哎，瞧好。哎，这太好！哎，屏幕怼我怼我，真香！哎呀，太好吃了！怎么地？